那聪明事实上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要教的基础，但是在这个基础之前，我们需要做一些些事情，所以我可以真的这次真的要邀请你上来。然后在他上来的时间，我们把问题框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我没有办法让各位在体验嘛，因为时间很紧迫。所以问题框跟结果框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哦。我举一个艾瑞克森的例子好了。艾瑞克森学派的学员哦，在初期进入门之后，他们有一个位阶要过。那个位阶就是他们要带一个手上台，就是艾瑞克森学派的学员哦。他们如果没有带这个手上台，他几乎就没有。好像学习就没有到一个阶段。那艾瑞克森自己很喜欢做手上台，就每一个人，然后让那个人把手抬上来，然后抬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要睁开眼睛看一下那是谁的手，很变态对吗？没有，一点不变态。其实他做的就是传统催眠里面的不病症化。我看到我的手在动，而不是由我来控制，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我身体里面有一个比我更大的存在，就是你的潜意识啊。好消息是，这个潜意识只属于你，不属于别人，就是它只为你服务，理解意思吗？所以有一个比你更大的能量、更大的存在来服务于你，那不是很棒的一件事吗？所以他看着那只手的时候，他开始觉得他被说服，同时很震撼。然后他要那个人把手慢慢的靠向他的脸颊，而当他的手碰到他的脸颊的时候，他所困扰的问题就得到了答案，对吗？然后要碰到的时候，要跟他说，你的意识也许会知道，潜意识也许不让你的意识知道，可是当你的手碰到你的脸的时候，你的潜意识就知道了答案。他也许会在今天让你知道，三天后让你知道，一个月后让你知道。但是潜意识就知道了答案。那这个人刚刚才受一个震撼教育对吗？那个震撼教育就是他身体里面住一个比他更大的力量，而且这力量知道答案，因为没有知道答案就不会碰到脸，知道意思吗？那知不知道答案重不重要？不重要。重要在什么？这个人有相信改变，就是我本来认为这个问题是不能解的，现在它变成可以解的，只是我目前还不知道方法。懂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可以解的。就表面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但是这个人有一个质上面的改变，本质上面的改变。那本质上面的改变就是这个问题是有解的。所以我从有解，我回去之后的生活是从有解开始。来看待从有解的框架里面来看待我生命中发生的事情，这重不重要？这当然很重要。所以什么都没改变，但是什么都改变了，那就是艾瑞克森的设定。所以要需不需要跟他讲说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不抽烟的人了？是不是一直在灌另外一道蒸汽？这样都好。好 ，OK。感谢你上来。可以啊。好，你我没有要催眠你。好，那、你可以辩论吗？OK OK OK， 好，谢谢你哈。OK， 那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可以吗？好，那先让你下去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事情，所以有谁是可以抛头露面的？你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谢谢，请上来哈、感谢。要怎么称呼？贝拉。就贝拉，你可以把这个拿下来吗？好，好。那我们要做的游戏是这样，等一下你们要练习，因为这是你观察力的练习。我们要做一些事情，那你总不能连对方在哪里都不知道。那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看他。所以这个游戏叫做只能说是的游戏，所以贝拉，你等一下，不管问你什么，你都只能说是。
这样 OK 吗？然后我们要从他回答四的那个反应、声音、语调、表情，反正你看得到的所有讯息，去判断他说的到底是四还是不是，这样懂吗？这样 OK 吗？好，好，所以谢谢贝拉老师啊。所以我们要站到后面一点点，因为不然的话，我们基于礼貌都会去看这个人，对吗？所以今天的主角是贝拉。所以贝拉，你今天穿裙子？是。贝拉，你手上有戴一些首饰？是。贝拉，你留长头发？是。所以，贝拉，你今天穿裤子？是。知道哦，有差一点吗？好。贝拉，你是有短头发？贝拉，你今天穿黄色的衣服？是。OK。所以，贝拉结婚了？是。认为是是的人请举手。认为是不是的人请举手。是是还不是？是。没有，这个时候我问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回答是或不是哦。是还是不是？是好，所以你们应该可以察觉得出来吧？因为他毫无犹豫，对吗？好 ，OK， 好。这边有认识贝拉的人吗？好，那有一些隐私就不能问了，算了。介意我问这个问题吗？好，你如果不愿意回答，你就可以说你。我换一个问题 ，OK 吗？好，所以贝拉结婚前交过三个男朋友。是。认为是是的人请举手。认为他的回答是是的请举手，不是的人请举手。OK， 所以你们慢慢就可以抓到那个诀窍，对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给贝拉一个掌声吗？谢谢贝拉，谢谢。OK， 好。所以你们要做这个练习，可以吗？你们要做这个练习，好，所以两个人一组，一样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问他现在身上穿什么，然后他现在的样子，然后你就可以核对是的讯息，然后你故意讲不是他现在身上的东西，然后你可以核对一个人讲不是的时候，他回答你是嘛，但是那个表情、那个声音、那个语调就是不是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三个人一组，因为我们需要。如果万一你真的不行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说他看到了什么。那你入门的时候，先就是测试三遍的事，跟三遍确定的事。然后接下来你就随便问，然后你猜是还是不是，然后他告诉你是还是不是，这样 OK 吗？然后如果你真的都完全不行了，隔壁的人看能不能支援你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三个人一组。一点点小游戏，然后去学一点点，反观测量，三个人一组。在这中间想要上化妆室的话，你就可以随时来帮我水。
水都可以随时离开，就不用打招呼，因为免得下课的时候大家挤在那边，其实怎么下课都没有休息到，就在那边等厕所，就自在就好了。在我们要下正式的课程之前，我们还要再做两件事，这些其实都跟我们要做的事有关，只是好像我们先把它做起来，然后等一下在做那些练习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阻碍。那我要再问一次，就是各位有没有任何的问题？从早上到现在有没有任何的问题？好奇或想问题？我想请教一下，刚刚那个游戏啊，就是我们就发现，如果存心就是没有想太多的放空假释的话，好像就比较看不出来。就是假如我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用一种态度，然后一种你就。所以我就完全不是说，是，对，那当然看不出来，啊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就是你没有真心在回馈这个东西，那个是可以看得出来的，当然这些都需要练习，那就是说，假如我愿意去搜索的话，你就会看到，其实那个就会，就是会有不一样。即便他说是，然后你还可以从里面阅读到一些事实上，说谎本身是一个非常耗费人能力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诚实才是最好的对策。那因为你说谎的时候，你要到好几次，所以我们在做能量测试的时候，可以测试的，不说谎的时候都可以测试的出来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说谎比你想象中要耗费更多能量，绝对不是只有说谎。这里面有很多跟自己对抗的，这样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吗？不好意思，后面。我想问一下，老师刚刚提到说，所谓的催眠其实都是，自己决定要不要接受。对，所有催眠都是自我催眠。这个引导或是指令，这个其实是跟这个个人本身，他的比如说生活的脉络也好，或是他的三观信念，就是由一个核心的一个信念去决定这个人。在此时此刻要不要接受这个指令，但是这个指令有没有可能，因为潜意识的能量是非常的广大的，就是也许此刻他看起来是拒绝的，但实际上那个种子已经进去，也许在某个 timing 去实际成熟的时候，也许那个指令你说的是对的啦，你说的是对的，就是我此时此刻不行，也许换一个脉络就可以了，但是催眠师等不了那么久时间，所以催眠师永远都抓最容易的人来做。但是我有一点要说的，就是说，其实你不要把这个想得太复杂。我很谢谢你问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其实还蛮重要的。我就想起来，我有一个东西漏了讲，就是我们对于催眠这件事情，我们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自己要意愿。那也有一种催眠的说法是说绕过意识跟潜意识直接沟通，绕过你的批判性意识直接跟潜意识沟通的方法叫做催眠。那什么叫批判性意识呢？我就想到我已经过世的老爸，他跟我们一起看那个八点档连续剧，小时候在看八点档连续剧，以前会常常演很多历史剧，现在都没有了，因为这个。因为执政党目前的目标是让我们没有历史嘛，去历史，所以就没有历史剧啊。那每次在看那个历史剧的时候，就觉得我爸好讨厌。他就是说，根据考证，这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，这个是假的。所以那是什么？批判性意识。那你就想你在看那个叫什么？有一个现在很红的钢铁人啊。还有那个蜘蛛人啊，然后是有一个片子才刚刚演完嘛，那个叫什么？复仇者联盟。复仇者联盟。你就想你进了电影院，你付了钱，坐在那边看，这不合理啊！怎么可能可以？那个就是脱离地球的重力这个也不合理，那个也不合理，那个就是什么批判性意识。可是你看电影的时候有这样吗？没有啊，因为你让批判性意识休息，
那反正你就是来享受娱乐的，理解意思吗？所以你看电影的时候，之所以可以享受那些像超人啊，像这个复仇者联盟啊，你还看得很开心啊，因为你让你的批判性意识休息，所以你就可以享受那个剧情啊，你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娱乐。那其实催眠也是一样，你可以暂时让你的批判性意识休息，不要去想回忆啊，或者一些。事实上，在催眠里面，艾瑞克森说，催眠就是一个既思又思的状态，既思又思。批判性意识就是这个，就不可以是那个，对吗？所以我如果大家好，我想要成功，所以任何妨碍我成功的东西都该死，所以我就把它，对吧？你理解意思吗？好，但是问题是，妨碍我成功的东西不是坏的东西，它可能是提醒你，你应该还有别种人生，对吗？例如，亲情很重要。你应该花点时间在上面，例如友谊很重要，你应该花点时间在上面，例如照顾好你自己很重要，你应该花点时间在上面啊。但是为这个单一的念头的成功而言，就是我想要成功的这个部分，其他都是该死，对吗？那一个人这样子的时候，他可能是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出问题，我必须这样说。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一辈子都没有出问题，我觉得那也很好。不是，不要相信那些人说什么，意志力没有办法克服一切。大部分情况都下意志力可以克服一切，意志力是很重要的。然后也有人靠意志力活一辈子，没什么问题。尽管他身上很多病痛，艾瑞克森就这样了。他一辈子就是靠着意志力在过生活，他身上一大堆的病痛，他最后也过很精彩的人生，所以不是那样子就都不好。我们尊重每个人的想法，每个人的念头，只是说有的时候，如果他在发生问题之后，是因为这个部分开始反扑，那我们就得看这个部分。那事实上，我们常常对自己很暴力，就是我们被社会化了，那个社会化就是严重到这样子就不能抗拒，对吗？那就是社会化。其实你不想握手，可是就算我不想握手，还是有很多知道意思吗？那你怎么好去杂糅这个东西？所以更好的说法是，我想要成功，但是我老是感觉到对自己成功的。那为什么不好好的看这个部分，拿出来看，然后让他们，我既可以成功，又可以建筑家庭。当然可能不是这样，你理解意思吗？所以催眠其实就是一个既是又是的状态。那怎么样既是又是？事实上，在催眠里面，他们过去做实验也是这样嘛。我催眠了一个人，然后他进了五级深度，就是 NGH 的分类的话，女生就是出现正向的幻觉。好，我催眠了你们，然后说现在椅子上面坐着安老师，然后你们就看到上面有一个安老师。我说上面是谁？他们说你们就告诉我安老师。我说你们回头看看坐在那边的人是谁。然后你们会告诉我那也是安老师。如果你会告诉我说，那个人不是安老师，那你就是骗我。你不是真的进入五级深度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催眠里面没有逻辑，在催眠里面没有逻辑，你理解意思吗？没有逻辑，所以就会产生既思又思。那就是因为这个可以出现既思又思，所以那么牢固的单一念头才可以松开。这样 OK 吗？所以这样可以回答你的问题吗？谢谢，好，谢谢你们的提问。